台湾这款游戏《泰武封神榜》，哇，开服就先来个十服，是不是？喂、哎，好普通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姜子牙，这演示倒是还 OK 的啊。继续开战，封神榜。其实还可以找一些其他题材。我发现中国那边最常开发的不是三国就是封神，不然就是西游，就是三种而已。就光封神这个题材，中国开发的游戏啊，够全世界玩十年了，真的，那个量就是那么多啊，超感受古墓魔兽。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啊？推关吧。好啦，只能傻傻推关了。加速可以开吗？达到15级或者是 VIP 一开启，氪金哦，我才不氪的。要让我氪金 ？No！你们怎么开服好礼之类的？战斗倒是可以切出来，哎呦，这个首页是可以这样滑动的。靠北，我刚按到什么？我刚哦，手厨妲己呀，妲己可以透过手厨取得 VIP。近期好像也没推出什么游戏嘛，那这款游戏好像是可以玩玩的了。魔蚩友，快把我打爆了！提升能力，女娲也升一下吧。幸好这款游戏做的不怎么样，这样我就不用继续玩下去了。好险哦！我想说，这游戏如果做太好啊，还要再继续体验，麻烦。我看到以后真的松了一口气。我操！谢谢你，泰武封神榜高级招募一次，那我抽一下可以吗？一折十年，手厨就有了、哦。一折十年了，来，我们招募一次啊。应该不是什么好货，看，五星的。刚要妹子的话就要氪金了，留下你宝贵的评价吗？好啦，给你三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五星是绝对不可能的啦。这感觉起来，如果我继续玩下去啊，到隔天我一定会觉得很无聊。英雄，小哪吒，姜子牙，火神祝融，五星角，五星角用一下吧。烟雾场出现了，
免费挑战，这是演武场，先别理那个了，那个没什么好看的。好了，我们派这次出来打男生，哦，他会范围技耶，嘣嘣嘣嘣，哦，这次清好快哦，这怎么清那么快啊？可以讲话吗？真好玩。好玩。可以讲话，好爽。蹦蹦蹦蹦蹦，我有这个必杀技，我就很开心了。看到这一位啦，神话级的角色啊。这好像有点凶哦，我现在要假冒是官方人员，好不好？再抽卡，托塔天文。你们都没有女的哦，看有几个女生啊？女生也太少了吧，九天玄女。有啦，有女生啦，女生很少而已哦。是不是封神系列原本女生就少了？没办法，来吧。这次好用吗？好烂哦，这只。你没有什么？比较帅气的攻击吗？那你角色做那么帅，怎么技能那么糟啊？算了，不看了。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。八天登陆，第二天送一个丑八怪，第八天呢送五星妲己，第八天送妲己，手术也是妲己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妲己是可以养的吗？哦，这是魔妲己呀，一。不同属性的，所以你这妲己是有五属是不是？它有分神魔的，那魔妲己肯定比较强啊。有人因为我说好玩，开始在破口大骂了。中国人看到这来不下跪，不好玩。好了，游戏我不玩，我就玩到这里好了。大家拜拜。